家里食堂咖喱食堂啊，今日要入来底食看卖。这是帮西哦，欢迎我们这叫个真传统哦。嗯。啊。嗯。啊，这是黑羹哦。黑羹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传统，赞。过来哦。是安怎？好行。这是古早做法的虾卷甲蚵卷，这味是创作料理，叫做鲍鱼香菇。水香菇蔬菜，香菇蔬菜，皮肉皮，嗯，啊，都有啥物好料的，那咧汉堡一样，嗯，哇，这个袂少物件吼，真正足多，啊是，可能这，哦，这是啥物啥，这鸡嘛，是啥，不是鸡，哦，这，啊，这是咱的鹅卷加虾卷，嗯，对，这鹅卷啊，这鹅卷，嗯，是啥物事？我们帮西用啊，古早化的做法，帮西包的。这鹅啊，鹅卷啊，这虾啊，虾卷。哎。这鹅卷好吃。哎。真正好吃。好、嗯。真青阿米了，料啊真好。好。啊，一般人来这应该爱点啥较好？爱吃啥物？点啥物？点啥？食饭的。那饭板豆菜。啊，我那个店吼，就食袂到迄落，要够开。啊，恁就是真食简单的饭，汤安尼料，两个汤啊，两个炒面啊，无三四个菜，三菜一汤，食袂空吼。无啦，按那大摊啦。大摊就是像安尼宴席啊，咁样三千、四千、五千安尼做啊。啊，是拢种高菜吗？台南的高菜吗？冇迄落海鲜啊，啊是海菜啊。哦。是带菜来去做，来做的地方。喜宴的菜，还是普通生日宴，还是什么，嗯，都有。啊，恁这个现在叫名哈，少年。九多少年了？是，没事，第三代。第三代啊、哦？对啊。惊到人，怕是啊，恁这恁家的第四代啊？对啊。哦。日记实在到现在。哦、嗯。八十几年啊。哦。看起来这间是真侪人甲伊报道过，安尼嘛好，较侪媒体来小报，安尼大家拢会当大赚钱啦。